我们现在是231县道，枝江市。这两边都是盖的房子啊，皇家河湾。黄瓜的黄，家庭的家，海湾的湾，皇家河，河水的河，皇家河湾。小二楼建得好看，挺漂亮的，大气。还能自己建一个车库，真整齐啊，特别干净啊，家家户户都特别干净。枝江市，这念什么？宝筏寺村吗？宝筏寺。
这净超市满瓶冰水喝了，我去！哎呀，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手机也修好了，手机修好了，我们就可以买东西了。